恩威特竞选总部造势活动，伫咧23号下晡2点开始，吸引袂少支持者到场。现场30000张椅仔拢坐到满满，大家除了是要来支持恩威特以外，更是要来支持心目中上爱议员候选人。总统蔡英文也亲自为每一位代表民进党参选议员候选人授旗。蔡立青，动算！蔡立青，动算！立青，立青，立青！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朱振铉，动算！朱振铉，动算！振铉，振铉，振铉！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！总统蔡英文在演讲中，除了伊讲出恩威特政绩以外，同时也呼吁国人要继续挺台南，继续拼。过去四年，为着甲中央做伙拼，咱即卖科学城，咱已经做到了，咱台南的产业会大发展。即卖，咱的沙仑有绿能产业，有资安产业，有大台南会展中心，有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，还有最先进的量子科技实验大楼，拢在咱的沙仑科学城。咱国家级的研究，上先进的科技，拢在咱台南发展。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支持伟泽，我台南继续进步，啊，台湾继续进步，大家讲好唔好？恩威特表示，前总统马英九来到台南做选时，一直批评台南有真侪无好的所在，但马英九担任总统任内，台湾的坐物增加快速，比较蔡总统任内不止成效，经济成长率也比以往高悬。马英九总前总统做总统做八年，台湾的坐物增加1条7000几亿，一条七千几亿，平均一年增加2000几亿的债务，但是蔡英文总统做6年，咱的债务啊已经行足济去，整体债务啊只有小小块增加，但是咱的经济成长是遮尔啊济，你会记了？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，迄阵经济成长平均才看有1%、2%尔，甚至上尾一冬的时阵，够一季是负成长。14个月后，就是咱的台南四百年。咱希望在台南四百年的时候，咱们用什么款的面貌？除了文化古都，除了美食，除了物件好食物以外，咱阁有足济足济要呈现哦，世界看看咱台南实在偌尼啊厉害，偌尼啊无共款。所以呢，咱要做那是这个护国神山啊，咱要做护国群山，你讲好唔好？最近候选人无分哪里，拢把握最后一段时间向选民请托，希望将家己的政见甲政见讲予市民头家听，争取到上大支持。今日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